新转的，对，在等这个礼拜吧。应该是没有，看到我的。看看这个礼拜有啊？那天我跟你讲那天几点？不是那个，你说取消那个？对对对。第一版那应该是写错了。写错啊？对，因为我们没有收到。哦。签吧。没有，有人讲了，他说取消了。一两码。我的摄影师八次。树林妈在教杨颖的速奥的905圈回头，没有啊，有啦。那几天的时候，你那天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那天是讲说你晚上下班，对啊，因为我看小版本，我们三个都会看，对啊，所以应该是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感觉他们很紧张，代表真的有，我觉得有问题。905圈回车。摄影十八次哦，摄影他这叫你杨先生啊，速奥。你把它关到提醒。对，姐姐，你说那天加班车是怎么加班？路啊？哪一天加班车？就是那天你说很小忙小忙，前几天呢、啊，前一个日班了、啊，你不是说很忙？不是每天都很忙吗？没有，哪有？爱心嘛。那天六日啊，礼拜六日。因为没有人帮忙。哦，因为子安、中医哥哥不在，啊、然后就剩下你们三个，我等下就能。我还想说那天又有什么加班车了。没有，只是那边电话比较多。哦，然后一打电话，轰轰轰。对，姐姐，预祝你们这周顺利。对啊，我有那个这周已经很可怕了。嗯，对，要有心理准备的。有这样的班，已经有人来了。应该说每一年搞这一周啊，真的会又会出大事了，没有这样。对啊，这是诅咒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。对啊，应该说不要用，一用又不得了。905圈快车，北方二方，是新一十一接班车长，呼叫电话是台机码191321。好，开往苏澳的905区间快，20:52，10月16号在瑞阳站，准备车门。905圈快车，在洛阳站驶离哦，谢哥，再见，拜拜。你是225次，福隆发车经由沿线看北湖，900行圈了，刚刚位置就拿了，拜拜，932圈了。